新しい企画できたか。え、だから企画だよ。うちみたいな弱小映像会社はとにかく新しいものいっぱい作っていかないとなんだよ。うん、若いんだから足を使え、足を。新しい情報、流行りなんかは覚えてるか。いえ。最近は使われていない家なんかで肝試し的なことをするのが流行ってるらしいぞ。危険市のこの家、ここなんか奇妙な家らしい。え、まさか自分が行くんですか。お前以外に誰が行くんだよ。カメラ忘れずに持ってけよ。よー、いい映像撮れるまで帰ってくるんじゃねえぞ。垃圾老板来的。不干了，我不干了。听说完就吵了吗？真是太难了，生活太难了。我们来玩另外一款希腊最新的恐怖小品啊，击杀主。哎呀，给他。我的游戏都还没有介绍完，我原本想说击杀主是自杀，结果原来是日语来的，中文是自拍啊。这种鬼地方你自己一个人来，你的脑力赶紧走吧。这个场景好熟悉哦，好卡哦。嗯，水深吗？嗯，有人开水耶！哎，忘记关水了。好卡哦！怎么这个游戏这么卡的？这里看得太离谱了吧！有一个卡带耶，哟，你要看吗？写什么？什么意思？有翻译的吗？那鬼动画来的。嗯？是之前啊。哟，怎么他妈家里面有其他成员去世？这一男一女死掉了。我在祈祷。哎，他镜头就自己转回来。嗯，他不给我走远。哦，这里有一道门，解了一个六的成就。哦，这是什么来的？我不能动了。什么来的？啊！我怎么走出来了？我一个死掉的。把它埋起来。点点点是什么？有声音吗？没听到有声呢。走咯，阿雷，不散。喵啊！嗯，奇怪声来的，小狗啊还是什么？出来！什么事？我不知道，我走了一半，他突然间镜头转去另外一边了，是什么？他镜头一直转的，他这个游戏好怪哦，这一款。哎呀，就是我要走去别的方向，他就把我自动转回来，自动转回来。这有个洞。それを
不如你就当作是一个马桶这样子给他那位。好了，对，你可以扔下去了。其实你不用整个头中下去的。さっきの場所に有一个卡带，啊，有另外一卷卡带。我很冷啊，哇，我冷到我的毛都站起来了哇！你是怎么了？你是怎么了？他拿是什么？他没拿东西啊！你是怎么了你？他一直看着我的耶，去找他。有什么问题啊？一直看着我的，你看，有什么问题？走，我去外面好了。那边只有血迹，这是什么鬼？那只娃娃跑来门口哦，哼，很可爱啊你，但是你一点都伤害不了我。嗯，十二，怎么呢？成就这样怪怪的。六跟十二是干嘛呢？哎，这里啊，有一把手过来了，有一个人趴下面呢。什么声？为什么声？哦，那个女生的那个边，看不到她呀。起来！苏比杜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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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卡带来了！为什么我一直要听他的话？我不明白。鲤鱼，那里找鱼来，要当我是小弟耶！在跑鱼，厨房 ，OK，Let's、okay, go。哦，可能在这个池塘啊，看到了，看到了。什么时候点？哎，来来，等它沉下去先吧。快点吃，按。你们。这什么？这什么？这干嘛？为什么会有 sensor 的？等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那个 sensor 关掉？ 15 minutes later， 没有啊，没有人投诉啊，我去 Steam 里面看，这到底是什么？很好奇耶，你越遮我越想看呢。找人？谁？谁可以帮我？你可以帮我吗？不行不行，你可以帮我吗？妈妈，妈妈，你脸上枪牌耶，爸爸。爸，你看什么呀，爸爸？这是什么什么垃圾文呢？把它丢掉。哟哟，很恐怖哦！喂，你看，这是什么？为什么突然间我的镜头就这样了？我怎么突然间变成这儿的？我不是在厨房的吗？我被关起来了，是什么？
哦，找到了一个锯啊！哦，躲在里面自己把它给锯啊！哟，十八。对不起了，鱼鱼，全部都是血迹啊！怎么我切了一只，满屋都是鱼的呢？妈妈，先去找妈妈。妈妈还在吗？妈妈还在，她不给我开啊。完蛋了，只有十字架可以救我，不能点了。来啊来啊，拿给他了。拿去拿去拿去！我听到一个声，我听到咀嚼的声，我听到咀嚼的声，在这里，居然，谁在吃东西？在这个里面，不用怕，各位，你们深呼吸，不能点，不能点，不能点。在这后面，看到了，就是这个转角。吃什么？哎，吃啥屁啊吃？哦，不是，是录影。哎呦，这鞋怎么样？这鞋是怎么样？是一个人。按去，傻西是什么意思？我看不到东西啊！嗯，有人跑走了，到底在干嘛？这款很乖耶，堵住了。我进不去里面看了，哦，要绕一条路，哼，这里完蛋了，什么声？我什么都没看到啊，他出去了，进来，玩玩玩玩玩，什么是你？玩玩玩玩玩，小孩子这样啊？我绕一大圈来进去里面看那个，啊？我进不去，我去，这什么？很烦很烦，怎么这件事有黑影的？阿迪娜，爸爸，这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妈妈死了而已啊。妈妈，这女生到底是怎么为什么会死在这个人偶身上？放在老奶奶的头发后带过来。老奶奶，你怎么死的？给他，告诉我，我到底在干嘛？又按去了，然后呢？所以他的灵魂就被吸在这个公仔这里了，感觉是。
耶，那这个娃娃，你别这样子看我啊，很冷的喂。完全，他这一个很单调哎，他的剧情。我不是已经看过？这娃娃怎么突然间出现在这？哎呀！呀！呀！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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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走啊，不能待着了。怎么还有？头怎么掉了？头怎么掉了？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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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走了，我再也不敢了，不能走了，不能离开呀！怎么没声去啊？你不用躲在后面了，其实我早就已经看到你了。哼一脸懵逼啊，这一款，哎，我进不回去了耶。我进不回去，我又离不开，怎么玩？离不开啊！玩到我很火啊！这一款，这一款现在的那个进度来说，是我玩过去哪最烂的一部了。我不想要讲骗话，但它真的是最烂的一部了。你看，它卡了这个 bug。哎，看到第二只，门口不是一只吗？刚刚。跑跑有什么鬼用啊？一点对我一点伤害都没有啊！三，开门什么屁用啊？我不会出去。还有第四呢？哦，是楼上，你找找吧。没有吗？哦，这里有个锁头哎，楼上。没有哎，楼上。哎，这不是有一个女鬼的吗？碰他，不用怕了。Hello， 在想干嘛？哟，这钢琴干嘛？很冷，很冷，很冷，赶紧，赶紧！到底有几只啊？到底有几只？这个越来越近了，这个、公仔越走越靠近了，你看。他堵住了这个门，出不去了这里。很多房啊，其实很多房。哦，这里道门呢？为什么印象这里有道门呢？哦，一把钥匙哎。哦，那是楼上的咯，二楼。怎么这个黑影越来越深了？要爬楼。那种小儿科东西就想要吓我吗？小儿科东西就想要吓我吗？你以为我会怕吗？我上楼，这里是这里。这里是这里，开。就是剩那个男的而已啊。就是录影带里面的那个主角，把这些公仔收了这么多，哦，还有一个卡带耶！就是有这么多的灵魂吗？我听到声在外面，是不是？不能开这大门。来，我开不到这道门，怎么办？这可以出去吗？开不了 ，shit！ 乌鸦怎么了？一乌鸦！气氛是气
氛跟音乐是蛮好的，就是它的整个玩法的流程呢，走这边下这边下，这个音哎不是好像有六卷不是吗卡带，这个、才第五哎。尸体搬下去了吗？怎么像上来比较多？嗯，我有个洞了，这房间下面有个洞了。嗯，怎么又黑去了？老爷爷身上的元气消失了。指甲。我要去浴室那边将那个指甲拿给他，为什么我要听他的话呢？做些什么法事？到头来就是只有那个女的死而已啊！现在连这个男的也死了。哟，你真的是要把他的指甲？你怎么要听他的话呢？你有病啊你！这做江头的呀，夹的指甲。哟，还真的假的？看到我的脸啊，好像苦瓜酱啊，每次都夹完了。怎么一回事？你看，又来了，到底是？我不是很理解。很飞耶的那个黑影，哦，浴室啊，耶，一二三，尸体呢？尸体不见了。卡带这样子泡在水里面，500多年你也敢看啊，他门开不了了，再见了，门开不了了，把他弹出来。哎呀，他这样子真的气氛是真的是蛮好的，但就。卡带机呢？这被他搬去哪了 ？Oh my god！ 我又要整间找啊！哦，这个洞口哎，这房间的这个洞口可以下。一条电线呢、啊，老奶奶跟爷爷的尸体一定在这了啦。这么你们的脸也是粘在一块的，不要怕嘞，哎呦，怕什么鬼？这不就是一个死路吗？没有路的。好深哦，他到底是怎么挖的？哎，那是什么？放下去啊！你看，怎么他一直把这些样子给最后一卷了？哎呀！有看到好几个，是什么？进去看一下，怎么好像火声呢、啊？怎么有火声呢、啊？这两具是尸体啊，十字架很难找哎，他就是故意要你找这点东西啊，然后拖你时间不给你退款呢，
我生来的。耶稣救我，耶稣。不知道什么鬼生来的，我就是这个生来的。那个嗲嗲声就是说靠近啊，看哪，这个东西跑来跑去，跑进来干嘛？一直有东西在外面跑来跑去，嗯，可以走了，浴室里面有吧？对对对，这里应该还有哦，还有一个在上面呢。哇，这怎么有毛的？你长毛了吗？这是最后吗？越来越多乌鸦声了，长毛了，整件家。哪呀？楼上吗？一直听到有声。哦，哎，这个已经怎么有一个箭头在里面呢？哦，藏在里面这个。哦，越来越黑了，整间家，你看。哦，越来越多这些神了。越来越多，可能在楼上哦，就一个。但是在楼上，这声音很近哎，在这里面呢。嗯，最后一个。怎么最后一个又在这个鬼地方呢？冷死我了。怎么了？你们看住我，你们看住我干嘛？然后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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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别怕，别怕，兄弟们，我们要结束了，可以退款了，上不回去啊！我怎么卡在这啊？哎，那边有一个洞口。哎，这不是耶稣的脸，什么鬼啊？不是很理解，就是那个录影带里面的那个小孩长大了嘛，是吧？还是你在干嘛？嗯，哇哦，哇哦，他就来了。走这啊，你过来吧，知道绕一圈，很冷很冷的，超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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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看一下，没事，没什么事啊，来了来了来了，怎么是这个画面结束的 W？ 哦，我在驾着车的，可是我镜头不能移啊。按后停，可以停的哦，再慢慢加好了，慢慢加。哦，那边隧道了，堵住了前面，咋办？倒车？你倒车去哪里啊，哥？啊，你倒车去哪里呀、啊？是这个黑影越来越过来呢，是什么、啊？完了，这什么来的？这个，那个垃圾，怎么红色外套的？我不认同，完蛋了。
说了一句娃娃了吗？要吃掉。你这干嘛？来蹲下来，来蹲下来。哦，不是那个。哦，对呀、啊，他就是那一个录影带里面的小孩呀、啊，长现在长大了啦。所以那个一开始被派来那个人死了，领便当了，我现在还要将这个尸体呢交给他。又回来这里了。なんか気味悪い映像でしたね。あんまり大した映像じゃなかったな。これって誰が撮った映像なんですか？誰なんだろうな。会社に送られてきたんだよ。もしかして最近仕事休んでるあいつじゃないですか？ああ、そうかもな。あいつ成果出せって言ったのに。会社に送るんじゃなくて直接持ってこいってな。でも最後のってあいつって家の映像を撮りに行ってから会社来てませんよね。いやいや何言ってんだよ。あんなの誰かが編集したか何かに決まってるだろう。フェイクだよフェイク。フェイク？やめろよなそういうの。そうですよね。すみません。早く出社してほしいですね。ではちょっとトイレに。おう、次の企画考えるから早く戻ってこいよ。一定回来找他了的。哎，我还可以控制他的上司。完蛋了，已经死了，很惨了，很冷了，很冷了，不能出去了，不能出去了。哦，倒了。来找他了，可是为什么他会知道他在这呢？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逻辑，虽然是你这样弄是有一点的舒畅啊，但是为什么会找到他呢？可能他的那个上面的公司的名片嘛，还找他了。嗯，我还是觉得这部不是是算他最烂的一部了。嗯，有其他结局吗？看看一下。Several months later， 这一个结局，嗯，还没有到两个小时哎。最简单来说，就是这间屋子里面就闹鬼，然后就操控了这个狮子，不知道是狮子还是这个比较小的小孩啦。那小孩的婆婆爷爷对他也不好，然后他爸爸妈妈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导致他就可能没有朋友吧，然后反而有一个妖怪要跟他交谈，他就好啊、哦、傻傻的答应他帮他做一些事情，帮他拿一些东西，搞来搞去，搞到最后他就那个小孩长大了，那小孩长大了之后就还是依旧一直在听那个妖怪的话，要帮他杀人，然后又拿东西给他，就这样而已啊。到最后，那个丧尸也被这个小孩给搞了。就这样，没有，说实在也没有太大惊喜啊。整段的剧情来说，玩法如果我觉得要好一点，可能就多一个时间限制还是什么的，
一个倒数计时啊，一个钟啊，一直在响啊，一直在心跳越来越快啊。那你在指定时间里面没找完所有的那些十字架啊，哈，那整个玩起来就紧张多了嘛。没有啊，你就在那间家一直徘徊，在慢慢那边找一个柜子，一直一个柜子开，然后惊吓的 jump scare， 基本上那没有什么 jump scare 啊。啊，对啊，也有可能因为我遇到 bug 的关系，所以让我整个的体验就很不好，整个体验很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 bug 了，我直接出去了进不回来啊。然后那些镜头我不知道，我走到某个角落啊，他不给我走这边，他的镜头直接帮我转去后面他要么就放一个东西像刚才那样堵住那条路啊，没有，我就走去那边，他就自动帮我移去后面，然后我又走过去，他又跟我移，我就是搞到我整个人很晕啊，我的镜头镜头啊，移动用鼠标玩啊，很晃哎，就是它没有定点那种，哎，不知道，你们留言告诉我啦，我们一起在留言区再来讨论一下啦。好了，我们这一集的，这不算自拍，就一个录影带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这样子啊，下期再见，拜。哇，好爽。那个。